好，隔離。至少兩孖咋，至少咋。真力打？真係打嘅，因為回串崩，所以真打嘅。但係OK 嘅，仲承受得到嘅力度嚟嘅，都有錫住我。見佢把，我個把啪啪聲嘅真係，好有力喎。好有力㗎。有冇手指印嗰啲咁啊？手指印應該又唔至於嘅。因為化得太厚妝了，所以都不知道有沒有手指印。是不是這麼大的女第一次被人刮？這個真的的，真的這麼大的女都沒試過被人刮。沒有，因為我很乖的。你有什麼感受？打完那一下真的自動眼淚都想飆出來，即是那時候是覺得原來被人打是這種感覺。很心痛啊，我看到個吹喇都心痛啊。你都被老豆打是嗎？不過我被人打就家常便飯啦。是嗎？好 casual。成日被人打的。現實中都成日被人打的。沒錯，我媽都成日打我的。從小打到大。很多網民說撐你，覺得你這個間角做得很出色，覺得你有機會物體今次這個渣男。不敢當，他們給面子，其實我都一定要多謝啲網民，從我出道以來都好給面。其實這個即係咁奸嘅角色咧，即係我啲角色咁乞人憎咧，其實可以同好負面，即係出現負評咧，係一個只差一線。近呢幾年都係做咗好多比較好啲，即係好人嘅角色。咁所以啲人突然之間覺得你好似重操故業咁樣。咁對於我嚟講係有少少駕輕就熟嘅，因為即係畢竟都拍咗十幾年、二十年都係奸嘅角色啦。咁所以今次係有少少滿足。